王指定位置接客。打开车门和行李门，等待乘客。本趟行程开往八达岭长城。靠右行驶，前方入口右转。靠左行驶，前方路口左转。您已逆行，扣除100金币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前方路口右转。车辆损坏较严重，请及时维修。
灯，后除200金币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右行驶，前方路口右转。油量较低，请及时加油。靠右行驶，前方路口右转。左行驶，前方路口左转。无法正常行驶，请维修。
扣除高速费50金币。已到达八达岭长城，打开车门和行李门，等待乘客下车。